段于2010年拍摄的有趣影片再次引起网友讨论。一位饲主躲在门边用相机拍下自己与两只宠物猫的互动，每次饲主将相机伸到门外时，猫咪们就会站在原地不动，但当相机伸回门后时，它们就会快速往前，直接玩起一二三木头人。